靠近一些海鲜，这鱼啊、鲑啊，种种金龙鳞翅不断修行，啊，多上有些牙齿，啊，但是唯一啊，上在互因安感觉上不便的，就是这水，因为这岛你若着进落，再有水也是咸的，啊，所以伊这水也是靠一些河水鱼，一些河水，啊，若无伊个这是鱼岛。这边倒杯子，啊，同时一边吃，这个人家上不便的所在，上宝贵的物件，杯子。这阵做满啊，就留在海底，啊，所以一早起来，从这边就很辛苦，爱上山坡啊，下面的下水设施，还有两大块的挂着。这个岛啊，非常而且贫困，这是啊，大家而且菲律宾这款的风俗，就是讲啊，你今仔日哪能吃，伊那代志唔免甲烦恼，啊，所以伊遐啊无啊，你讲主动要来做工课，就是来做工来维持这个生活。一日过一日，一旦过就好。阿叔嘛，大家为着食，就是因所抓，或者鱼啊，或者蛤蟆，或者虾啊，阿点食，大家感激。一些现抓一些海鲜，阿点食买，一点食可能杀，阿可能点食。阿来谢谢，这新鲜现抓，这海产。
播先啊，不然只能再回啊，只能上下都播。现在阿来这岛内，阿来甲看一下，一些居民一些生活状态。啊，看来看去，可能是在囡啊。加工啊！伊这就是海星啊，从天日阿来甲跑大，伊这大部分拢日本人。阿来甲收掉等日本，阿来加工。一些加工，一些是算数，一些在家里。哦，咱不叫你讲水，一些水就是客安，这些阿都好比的是车店的水。对，那个酒精，那个好啊，饮水的这个人，是啊，饮。啊，那平时无的时，啊，就去买水，啊是糖水，十块一个不少。这一个大，而且真简单，而且房屋，一些壁用壁纸，而且签字阿来加擦的，而且条卡大部分拢用这亚洲树。
上的这些囡仔，非常的习惯，有客人来，就围来边啊，好啦，跟咱翕相，当然爱吃那小可以，会刷来旁边啊，分可以去欢喜，所以伊那是种快乐的翕相，咱游客一种快乐的习惯。关键为感谢阿甘的阿甘的谢谢你听讲两五分，两十八。善良人的天堂。小王回去啊，咱俩做好些，好吧？阿姐妈，阿仔，阿善，阿仔，爷阿妈，爷阿，全部拢杀熟了。来点吃，来吃一些甜点，一些阿善。Boss, they're not.